为了鼓励民众多多使用公共运输，实现净零碳排的永续环境，台北市交通局结合公车联营管委会、悠游卡公司，共同规划我的减碳存折活动。即日起到年底共三个月期间，每个月都会抽出超值好礼，最大奖有日本双人来回机票。只要下载悠游付，加入悠游付的会员，绑上你的常用的这个悠游卡，它就会帮你计算当月你的这个碳排放减量的这个数字。那只要超过5公斤，就可以抽一次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活动还特别针对内科企业加码，只要搭乘内科地区范围内大众运输，累计满1公斤就能获得一次加码奖项抽奖资格，满5公斤多一次，10公斤多两次，搭越多中奖机会越多。市政府对于内科的交通上面，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促进民众使用或内科居民人使用大众运输系统，所以在内科上面我们又额外再多加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变成内科的居民他可以参加双北的，也可以参加内科的。赶紧加入悠游付 APP 会员，绑定悠游卡，搭乘双北公共交通运具，不只响应政府节能减碳政策，还有机会出国旅游拿好康。记者游湘婷台北采访报道。